你吃个生物肉，肯定得晓得个。俺们做啥工作了？爬过山是个连接，要不啥要的？是啊，俺让俺给教了，要爬过山的时候有啥不吃？地暖的，俺有啥不吃？俺吃啥呢？爬过山是个没钱了。真正给他吃了蛮多的，也没谁跟着我约的，我这个三五人。真正印度真的是跟团的，俺也上不去。嗯，前两组真的是了要少得呢，对，前两组呗，这几组少得我都吃不起，跟团的俺约不去，俺也真的是了少这几组，都要给前两组绕起去。嗯，其实真的是给前路。这个南山的土贵啊，我么说呢？俺现在手里也十几个去。他那的，俺的爸爸现在是个十几个都十个的，他现在是个被七六万了呢。哎，这个么子东西呢？俺现在手里十几个月是呢，但是俺怎么子的十几个月？他爸爸现在手里，俺哎，吃了就少得我那些七六万了那是。哎，这个马达森，你这个老家个十几家呀？哦，他这个人物，反正在巴黎上去，俺从不弄巴黎学校。